tide, 潮水、潮流。英语里有这么个习语 ,time and tide wait for no man, 意思是岁月不待人。这里的 tide 和 time, 它们的意思都是时间，这也是 tide 最原始的词义了。而现在我们常用的潮水的意象是在14世纪才出现的，也是从时间一意引申出来的。这是因为潮涨潮落有定时的缘故。世界的新潮流就是 the new tide of the world。扭转潮流就是 turn the tide。